如果哦，我们把蛋仔入侵地球的视频倒放，你们发现了什么了 ？Oh my god！ 正常看这个蛋仔入侵视频，一个小姐姐投下了一枚金币，蛋仔机里出现了小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小黄召唤出了另外三小，他们来到了我们现实的世界。慢慢的，他们感染了地球上的物品。第一个蛋仔就是篮球呀，接着第二个被感染的足球也出现了，变成了另外一个蛋仔。后来慢慢的，大街上，我们的食物棒棒糖变成了蛋仔，消防栓变成了蛋仔，帐篷变成了蛋仔，即使是我们食用的食物也变成了蛋仔。后来啊，地球被蛋仔所占领了呀。Oh my god！ 这是正常的动画。如果我们把视频倒放，宇宙中出现了一个蛋仔，蛋仔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星球。接着呀，所有的蛋仔在这个星球上都变成了建筑，巨大的蛋仔变成了房子，小一点的蛋变成了我们生活中吃的水果，巨大的紫仔熊变成了街上的装饰品。哦，身材短小的蛋子变成了我们的马卡龙，身材巨大的蛋变成了帐篷。小啾啾变成了消防栓，小精灵变成了我们的棒棒糖。后来啊，所有的蛋子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，最后四小也被小姐姐给封禁到盲盒机里啊。小伙伴们，官方是想告诉我们，地球是蛋仔变的，还是想告诉我们小姐姐救了我们呢？